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和谐号动车组。担任本次列车服务工作的是广州铁路集团公司的乘务组。我代表列车全体工作人员衷心祝福您旅行愉快，一路平安。本次列车由16节车厢组成，2号、3号车厢为一等座车，1到16号车设商务座座席，餐车设在6号车厢。您上车后，请按照车票上的座位号对号入座。不是，是这样的。随身物品请放在行李架上，加大物品请您放在车厢一端大件行李处，然后呢，并妥善保管。问了一下学校，在5号车厢设有残疾人卫生间及婴儿护理桌，车厢设有电茶炉。接开始时注意防止烫伤，每节车厢都设有洗手间。您在使用时请勿将杂物丢进电池内。车上电源插座仅限于笔记本电脑、手机、平板电脑、电动剃须刀、移动充电器的充电。请您在充电时注意用电安全。带小孩的旅客请看护好小孩，勿让小孩触碰插座，以免造成意外。本次列车全程禁止吸烟，请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上车。如果您携带了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请交给列车工作人员妥善保管。在列车正常运行中，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挡等安全设施，不要倚靠在车门上，以免发生意外。列车运行中，请带小孩的旅客看护好小朋友。上下车时请注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缝隙。根据有关规定，列车发现无票乘车及越站的旅客，获取二等车票乘坐一等车的旅客，将会加收已乘区间应补票价50%的票款。如果您因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购买车票，请找列车长办理补票手续。了解更多铁路出行资讯，请关注广州铁路官方微信和官方微博。感谢您乘坐本次列车，祝您旅途愉快。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e CRH train. The train is staffed by the train crew from Guangzhou Railway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It is our pleasure to have you on board. The train consists of 16 coaches, with coach number 2 and coach number 3 as the first class coach. Coach number 1 and coach number 16 are business class coach, and coach number 9 as the buffet car. Please be seated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on your ticket. Please put your belongings on the rack and keep an eye on them. Toilets for the disabled and baby nursing are available in coach number 5. Electrical tea coolers and washing rooms are provided in each coach. Please beware of spilt when fetching hot water and do not litter any waste into the toilets. The power socket in the coach is only for charging laptop, mobile phone, tablet PC, electric shaver and portable charger. Please be careful while charging and keep your children away from it. Smoking is not allowed during the whole journey. Dangerous goods are forbidden on the train. Please do not touch any safety devices in the coach. Take good care of your children. And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when getting off.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Guangzhou Railway Official Sina Block and WeChat for more information. Thank you for taking our train and we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女士们、先生们，带小孩的旅客，请照看好您的小孩，不要让小孩在车厢内奔跑、吵闹、攀爬座椅、手扶门缝、触碰电茶炉等。幼儿哭闹时，请您将小孩带到车厢连接处哄劝，尽量保持车厢内安静，共同维护良好的乘车环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女士们、先生们，根据国务院颁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有关规定，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安全，
自2015年2月9日起，铁路部门将加大车票实名制查验力度，分别在车站验证口、检票口、出站口及列车车门口，运行途中对旅客票、证、人一致性进行查验。车站发现旅客票、证、人不一致即乘车止期，车次不符的，拒绝进站乘车。列车及到站发现旅客票、证、人不一致的，则按无票处理。票、证、人不一致情况包括：拒不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查验中票、证、人不一致，使用铁路电子客票或者铁路乘车卡，人证不一致，成年人旅客持儿童票，请广大旅客自觉遵守，配合工作人员做好实名制验票验证相关工作，谢谢合作。女士们、先生们，中国铁路95306网站已经上线运行，该网站主要提供铁路货运电子商务、开办我要发货、运费查询、货物追踪等业务，同时提供大宗物资交易服务和小商品交易服务。买票请到12306，运货请到95306。欢迎广大企业和客户登录办理。女士们、先生们，为了进一步方便广大旅客，满足即来即走的购票需求，12306网站及手机客户端的购票时间已经调整为开车前30分钟，只要不晚于所需乘坐的列车开车前30分钟，您就可以通过12306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办理购票业务。欢迎下载使用12306手机客户端。为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请在列车粘贴处下载12306手机客户端，请勿使用第三方购票软件。女士们、先生们，自2015年11月1日起，中国铁路保险公司推出铁路诚意险，通过12306网络购票的旅客可自愿选择投保，也可在开展诚意险业务的车站售票窗口进行投保。该产品保费3元，最高保障33万元。旅客购买铁路诚意险后获得电子保单，可登录中国铁路保险公司网站 www.chinaric.com 查询保单信息。请广大旅客注意，到售票窗口换取纸质车票时，可领取保险发票。欢迎广大旅客购买铁路诚意险。您还可以到列车长办公席，登录12306网站或拨打12306电话咨询。如发生保险事故，可直接向现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